Hello，不卡吧？还卡不卡？欢迎老马奔腾啊！欢迎 YS，欢迎江燕。欢迎0996啊！感谢关注。欢迎金店。哎，欢迎恩，还老虎，哎呀！欢迎米果果。过大年了。哎，干嘛干？啊，祝愿新人干。手机线呐，爱下的啊，啊，充电噶，充个啥？充电宝噶？还有人呐，爱下的啊？充电宝，充电宝个噶，充电个线个线啦。啊，进你套箱的，抽着啦。哦，好。充电宝，充电线。
对呀，你还听得懂啊？八九四六，啊？你还听得懂啊？你还听得懂啊？欢迎 TET，卖什么东西啊？卖那个，弄那个笋哈。你们要买的话直接拍我，等一下我上个链接给你们。冬笋，野生的冬笋，食材做菜的。现在还没回来，人家我老爸去弄他们的笋去了。你们要买的话可以直接拍，明天可以发哈。发邮政，理发了？哎，你还这还能看得清楚啊？是不是理完发跟变帅了呀？哈哈，马俊洋洋，是不是理完发更帅了都？爱哭的鱼，是不是理完发更帅了都？哈 哎呀，昨天你都问到我，昨天我那个啥，在家搞卫生，上链接啊，现在就上啊。冬笋怎么卖？看你买几号链接哈。一号链接单个重量是2两半到4两半的笋，然后这个是二号链接，单个重量是4两半以上哈。你们要的话可以去拍，然后明天给你们发货。你们现在笋没有吗？现在笋没有，要到晚一点，晚一点才有现货。打卡。哦，晚一点才有现货，晚一点才有现货。要晚一点才有现货啊，晚一点哈。要晚上晚一点，现在我老爸已经回去了，去那个下乡哈，农村。去收他们的笋，应该不多吧？哈，应该也不多。发邮政哈，发邮政，明天可以发货哈，发邮政。欢迎牛心，昨天搞了一天的那个啥，搞了一天的那个什么东西啊？卫生，打扫卫生。哎，这个你说，搞卫生特麻烦，搞卫生特麻烦的事，马俊阳阳你不觉得吗？特麻烦，我最怕的就搞卫生。欢迎幺幺，一号链接单个重量是2两半到4两半的笋哈，然后三号链接是4两半以上，二号链接是4两半以上哈，二号链接是4两半以上，然后一号链接就是2两半到4两半的笋。欢迎0831。要晚一点哈，晚一点才能见到那个笋。我老爸现在已经回上进那个回村里面，到农村去收他们的笋去了。欢迎小猪，欢迎花自己。落雪，你们现在过年在哪里？落雪是哪的？落雪，落雪是安徽的还是哪里？现在那个水包有没有？等一下我弄完。
20X。欢迎飞吻阳光啊！要稍微要再晚一点哈、啊，稍微再晚一点。欢迎李树林。晚一点啊，这那个水还没到，还没在这。欢迎0618，不知道你这忙的时候都没时间理发，忙的时候都没时间理发，今天才理呀、啊，你说。你这不知道排理发的排队呀、啊，理发的排队呀、啊，搞了一个下午、啊，坐在那里没什么事啊。头发竖起来帅帅的吧？行，我就不打扮，跟你说，我不打，我打扮起来我很帅的。我打扮起来我很帅的，知道吧？没去挖笋，你说的，自己没去挖，但是我老爸现在下乡去弄笋了，别人会挖。他们叫老爸，叫我老爸回去收。笋在排队，小吴快去挖，自己忙。我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没来，我不在摆摊嘛。嗯，好多事情都自己没办法进了。昨天下午我弄了一天那个，搞了一天的卫生，知道吧？把这里家里面收拾收拾，要不然你哪里这么干净？嗯。明天就不是很忙，后天就忙，后天要贴对联，放鞭炮，还要拜神，乱很多东西，这个东西乱得很。过年就这样，要杀鸡杀鸭，杀鸡杀鸭，还要进灶神，进那个灶神，不知道你们会进，还贴对联哈。现在我家对联还不知道没买好、哦。过年的时候就是这点风俗啊，过年的时候。进灶神，你们那边会进灶神吗？过年就是这个农村的习俗，中国过年习俗就这样了。嘿。杀鸡杀好鸡啊，让那个鸡搞成一个形状，跪拜一样，然后叼了一个。叼了一颗那个红豆腐，是不是？还弄那个酒，年后就更那个啥了，走亲戚，基本上每年都这样，感觉长大了都没啥意思，小时候比较有意思一点，小时候有红包，有压岁钱，现在没压岁钱啊，欢迎小乙潘潘哈。你们要买笋的话可以去拍哈、啊、就是等一下有货哈、啊。估计也没多少。等一下我要下去。欢迎小棉袄。
自己没实在没时间挖了。他就是他农村在农村啊，没这个没老我老没我没我老妈这个摊在那里，估计有的嘛，就可以去挖水。今天都最忙最忙的时候，今天是最忙的时候，最忙最忙的时候，今天。下单了，好了，等一下给你打包。那个是大薯的，那个赛味的，等一下给你打包。明天给你发出去。明天哈，快递不放假，发邮政。明天，等一下给你打包，然后明天给你发出去，送到快递点里去。只是现在还没货哈，我老爸现在已经下农村去弄他们笋了，因为他已经挖笋是挖到下午的4点钟。有些人会挖。也没多少，估计总共六七四五十斤呢，差不多吧。明天给你发，明天送快递啊！欢迎520502，不打烊哈，快递邮政不放假，就是到货时间可能就是不知道你是哪的那个税务的，你是哪的？然后单个重量4两半以上的哈，4两半发邮政啊，发邮政快递。然后你那个地方可能就3天左右。腐竹怎么样？腐竹在下面啊，我没样品，这里没样品。腐竹在下面，腐竹是你没有盐的，没有盐的哈。要不我下去拿一下样品给你看。啊，这就是腐竹，来，这就是腐竹，那个赛武的这个，看到吧？它没有盐的哈，没有盐，都说了嘛，9分甜1分酸嘛，9分甜1分酸，一点点酸，带一丝丝的酸甜度，知道吧？酸度在哪里？这就是腐竹啊，赛武的啊。这就是腐竹，腐竹没有盐的哈，没有盐的。然后这不用泡很久时间，你一泡10分钟，泡5分钟就可以了。对呀，这是南方的小黄豆嘛，没有盐的哈，全豆浆味。你撕开这一，你要是到货的时候，你要是这样像我这样撕开来，搅一下就豆浆。麦笋呢？麦笋和腐竹，卖1号、2号、3号的那个笋，知道吧？卖冬笋，就这个，你再去嚼的话，就是豆浆味啊。拍了，好了，明天给你发哈那个瘦的。然后这个腐竹你不需要拍那个，不需要泡发太长时间哈，不需要泡发太长时间，它不是那种泡半个小时都不会那个啥哈，这个泡用那个温水泡，泡5分钟就够了哈，5分钟就够了，不需要泡半个小时泡不散的，它这个不需要哈，只泡5分钟就够了。麦笋呢，没有盐，就是豆浆味，知道吧？这样嚼是豆浆味哈，这样嚼起来就是都和豆浆一样，就是没放糖，就是没放糖，知道吧？发邮政。
发邮政，邮政发邮政，邮政快递不可以，因为呢不放假，邮政快递不放假的，他没放假，邮政发邮政，现在只能发邮政哈，其他快递全部放假了。可能其他快递的话，可能要上班时间可能是到年初六才能其他快递才会上班。那邮政慢死了，那你其他发什么快递啊？你没得选，知道吧？你没得选，你没得选啊！是不是？我也知道邮政，不过跟你说，邮政现在不慢。可能你们不懂哈，你们买东西的肯定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寄东西的知道。年前邮政慢一点，年后那跟其他快递差不多，因为年前、年后、年前、年前大家都是为了赶年货，包裹比较多，但是一到过大年就不慢了，知道吧？对，你要看什么时候那个果冻。年前知道吧？年前的话，你就是邮政就慢，就稍微可能大家都是赶时间赶年货，然后那个货比较多，稍微堵一些，知道吧？年后不堵，年后不堵，知道吧？因为年后为什么不堵呢？大部分的淘宝商家已经回在外地的要回来过年，啊，因为他的工厂在外地，比如卖衣服啊、鞋子啊什么东西的。他们在广州在哪里，但是他家呢可能在湖北或者在江西，他们要回来过年吧，停运了嘛，他们就停止生产嘛，停止发货了嘛。那能发货的有多少家，可以发货的年后年过年不打烊的商家有多少家，你先告诉我是不是？那个货那个快递的量是不是少了？所以说那个邮政年后不慢。腐竹一斤有多少？这个没事呢，反正一斤好多。腐竹我这里估计只有几两，是吧？等下称给你看嘛。我这是样品啊，麦丁姐，这是样品。腐竹还真没一斤就一斤的价钱，我还真没弄过多少量。等下打包，你们要冬笋的话可以去拍哈。发邮政快递哈，这腐竹是好吃的哈，你买回去不需要泡发太长时间，这个下火锅。哎，马俊阳，你发在群里面那个人是不是你老公啊？哎呦，我看你买了好多酒，哎呀，我看你买了好多酒，是不是啊？欢迎0925，就是没有多少个商家过年都还发货啊，年初一初二都还发货的，没有个多少个商家，所以说那个快递量比较少啊，比较淡，所以说它运输的快，送的也快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邮政怎么样。等大家年初六开始。上半年都不是很快啊，家里面有个酒鬼，哎呀，看你买的全是白酒，看你买的全是白酒，疼他呗，谁叫你疼他？一般一下子就说人家是这个酒鬼，一下子就是要买酒的给人家喝，你到底是咋样？刀子嘴都不行。刀子嘴豆腐心，哎呦，0929啊，0929在不在直播间？你的货要不要？哎，那个酒用来泡辣椒比较好，腌制。你没腌制过，朝天椒，把它洗干净，然后稍微把水分晒干，然后用剪刀剪碎。剪碎之后加上一点冰糖，再加一点盐，再加一点白酒，然后搅拌腌制，
你做过没有？我们家都会做。来，给你看一下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那肯定啊，闻一下可香喽。辣，香，想闻一下流口水，知道吧？那肯定有味啊。朝天椒，这是朝天椒，朝天椒，辣辣的，这个没卖，是可以自己做草莓，这个卖不了，这个寄不了，你只能自己做，就教你们怎么做，白酒，没啥，白酒，冰糖。白酒、冰糖、盐，OK，还有辣椒。辣椒你可以用朝天椒哈，朝天椒，朝天椒剪成这个样子，把它剪成这，用剪刀剪碎，剪碎之后加点那个冰糖，冰糖渣啥意思吧？就是那个超市里面有那个大块的那个这么大大一坨的那个冰糖，知道吧？然后用盐、白酒。腌制就好了，麻烦，做这个还这个还麻烦。现在买啥时候发货？明天周会，明天发货。等一下晚上给你打包，等一下晚上给你打包。现在我老爸还没回来啊，等现在我等的就那个笋啊，现在我等的就那个笋，明天发货哈，明天可以发货。就是快递不放假哈，发邮政哈，发邮政快递，发邮政快递。哎呀，这个不是都已经做饭，你就说是哪怕就买凉拌一些东西来吃，啊都可以，知道吧？这个，行，也是明天给你发，马丁洋洋，明天发，快递不放假，发邮政，现在只能发邮政，还不打烊，等一下给你们打包。你们要买的话，直接拍1号人就单个重量四两半，二两半到四两半的笋，然后二号人就是单个重量是二两半，四两半以上哈。1号链接是单个重量是二两半到四两半的笋，5斤的话15个左右啊。二号链接是单个重量是四两半以上，也就是5斤11个笋以内啊。七强来了，跟你说草莓这个不是腌制，不是说一定要做饭，你知道吧？你早上做早点，比如说我喜欢吃辣椒，做早点，我要凉拌一些那些粉啊面啊。你喜欢吃辣椒，加点钱，知道吧？马上喂，啊，等一下打包，我现在我等着就等着就我老爸啊，等着我老爸把那个水给弄下来。等一下我要下去，现在啥都准备进去。欢迎618来到我们直播间。欢迎618，奶茶妹，你怎么叫她奶茶妹了？行，也明天给你发，明天发货。哎，马俊，辣椒酱你也可以自己做啊，我老妈也做的有，跟你说也可以自己做啊，没卖，真没卖，可以教你们怎么做就是了。教你们怎么做就是了。你小名叫奶茶，没做就是了。那个可以教你们怎么做。一般跟你说，一般来说哈，我们这边喜欢用朝天椒。一般我们来说就是喜欢用朝天椒。朝天椒哈，就是朝天椒去打磨，
把它磨成末，知道吧？辣椒酱啊，朝天椒，生的朝天椒，把它磨成末。哎呀，你听我啊，听我怎么教你怎么做啊？不过这个东西要三叉油，这个玩意要三叉油了哈。这个东西要白酒加上那个，那不要买白酒，要加三叉油，就是那个辣椒、朝天椒磨成末，然后如果要香一点，我跟你说加什么？香一点加那个油炸了的那个花生米粒，知道吧？油炸的花生米去磨成末的时候，加上一点那个花生米去，再加一点芝麻，炒香的芝麻，一起去打磨，把它磨成末，知道吧？然后再加一些盐，再加一点那个油，油要三叉油哈、啊，要油，油要盖住这里，这上面。比如说你装上一瓶，你要倒一点三叉油去，然后保护这下面的那个，保护这下面的那个辣椒酱。你没有它保，没有它保护的话，这个上面会起那个白白的那个东西啊，知道吧？起白白的那种东西啊，明白吧？你要有一层油在隔绝一些空气，知道吧？要不然你打开，还有就是这个东西特别小心，夹筷子夹的时候，不要什么筷子，要干净的筷子。朝天椒你认为辣不辣嘞？朝天椒你认为辣不辣嘞？朝天椒肯定辣呀，肯定辣呀。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的，很简单。啊，不过反正洋还是算了吧。你平时都是你老公做饭，你会做饭吗？够了，啊，在啦，在啦。哎呦，我看看你的任务，挚爱呢？你的挚爱呢？挚爱呢？我看你挚爱粉，你就等着升挚爱粉呢。我看看，哎呀，你就等着升，电话还包着啊！哎呀，哎，真是哦，不错不错，今天怎么这么积极？哈哈，等到我老爸下来，我吃点饭吧，等一下会饿，吃点东西。打了一天的那个啥卫生。4:30嘛，人会饿。你竹笋好贵，冬笋是这样的呀，这几年今年的笋都会比较贵一点，草莓。今年的笋是比较贵啊，这个是事实。我别说在我这里买，你到线下买，哪都买都一样。冬笋呢、啊？冬笋价钱高。跟你们说，你们要去年在我这里买过的老铁们，你今年的笋肯定反应不过来，明年冬笋就便宜。猪肝、萝卜、萝卜炒猪肝，我喜欢吃萝卜。4:30，人家要打包。
你要是去年在我这里买过笋的老铁，你今年的笋的价钱肯定反应不过来。去年的笋的价钱跟今年的笋价钱，好吃，好吃啊！老爷爷，萝卜凉拌的吃，你吃过吗？萝卜凉拌，压根就不是炒，是煮，不是炒，炒猪肝是煮。压根就是炒，不是煮啊！不是，是煮，不是炒，可是啦，是煮，萝卜煮那个猪肝，好吃啊！不过你们应该不喜欢，太喜欢。是那个动物的内脏，没办了，就剩一点半。对吧？凉拌的水，凉拌的萝卜好吃啊。吃东西，人家今天肚子。是啊，凉拌的萝卜，您估计没吃过凉拌的萝卜。那照片在哪里拍？哪个照片？你问那个马建阳啊。哈哈，凉拌其实简单，水果萝卜其实没啥。你们说的那个水果萝卜是什么？是白的还是红的？我跟你讲，是白的还是红的还是青的？嗯，你这愿望实现了，到挚爱粉了。嗯，你知道你的愿望实现了，到挚爱粉了。还有九四啊，荷兰豆，荷兰豆饿了，没饭了，一半白一半绿的萝卜，那种萝卜也没有那个白的萝卜嫩，哎呀。荷兰豆，超市里面买一个，饿了吃点东西，垫垫肚子，等下还要打包呢。老爸还没回来，等着那个笋，等一下下去。那萝卜嫩不嫩？那萝卜没吃过。水果萝卜其实跟你说一下，水萝卜都可以生吃。扔到你家，我饿都饿死了都。欢迎光辉少帝，等你来了，我扔到你家，我快饿死了。其实所有的萝卜都可以生吃。嗯。
水果萝卜都可以生吃啊，你们没吃过生吃萝卜啊？我跟你讲，不过生吃萝卜跟你说，是跟你偷偷告诉你一件事，生吃萝卜容易放屁，知道吧？哼，而且放的都是臭屁。比如说吃这个东西，你们吃多了上火，生吃一个萝卜下去，对，它是化气的，还有就是降火化气。比如说你吃这个东西啊，不是油炸的吗？热哈，有点上火，吃一个萝卜下去，啊，基本上就是管用哈，不过容易放屁就是。有这种萝卜是辣的，生吃的时候是辣的，有些萝卜呢它吃的不辣。欢迎0429。欢迎NG。欢迎欢迎就这样，哎呀，你们都是夜猫的、欢迎2607。年过年有啥活动啊？我老妈在下面摆摊还没回来，正在封粽子。牛肉，我没老婆小孩啊，我没有老婆小孩，还没结婚呢，哪来的小孩子？单身人士。还是找人啊。那是单身狗啊。多也快啊。哎呀呀。我服你。欢迎3277。头衔很酷啊，刚剪的发啊，今天刚剪的发。刚理的头发，刚理的头发，哎呀妈，去！因为真正单身狗他有时间直播呀，要不然哪有时间直播要陪老婆小孩，哪有时间直播，只有单身狗才有时间直播啊。
跟你说直播的话，一般都是90后。单身狗还有那么空闲的时间直播啊？要不然，早就是陪小孩、陪老婆、小孩睡大觉去了。我读二年了，读二年。92年的，哎呀，我的乖乖，那是一个那个网络词好吗？单身狗，单身狗好吗？嗯，那个，你是不是跟世界脱轨了都？猴子，猴子。啊，是。你说小时候因为自己是四只猴子，自己爬树都是上蹿下跳的。欢迎周琦磊、周佳琪，自己以前爬树的时候上蹿下跳的嘛。省东西，练练肚子。你们要买笋的话，可以去拍哈。明天给你们送快递。明天还要熬点呢，不是很忙，后天就忙了。马俊阳现在应该估计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准备过大年的了。嗯，准备收拾好房子，准备过大年了吧？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哇，江西啊，荷兰豆，荷兰豆。超市里买的。豌豆，荷兰豆。要吃吃大口的，好玩，好吃。江西赣州，草莓，那怎么没意思啊？拿红包啊，向人家要红包啊！我刚刚理发。刚理完发，今天忙的时候都没时间去理发。今天好冷呢，冷得要命。暖和不冷，今天24度，24度。我没有，早就没有了，小时候才有。2520，哎，让我播的也是你，不让我卖东西也是你，我你说我咋整？嗯。热，今天热得很，24度，热得要命。昨天是冷，昨天前两天冷得要命，今天热得要命。
那要我播，要我播了也是你，不让我卖东西也是你，这咋整呢？只能啥样啊？不，嗯。欢迎美国。欢迎62323。今天热的要命，你都不知道，今天都穿两件衣服，几件衣服都很热的那种。前两天就是热的冷的要命。欢迎牛资深，今天刚理发，天那边没时间理发，今天是刚理完了头发，理发。我跟你说，我理完发还是很帅的，是吧？第三天就上山去挖笋，就是穿着破破烂烂，没上山就不会穿着破破烂烂了。西晒的晒。上山干活，从来不会穿的这么样的这种衣服，都舍不得穿的，因为在那个山上有很多轻轻一刮的把它刮破了，刮破了可惜呀、啊，这么好的衣服，晒呆了，就是嘛。大家去看一下老爸你回来。欢迎 LY。直播间最亮的仔。我要夸我，我夸我，我会飘的。嗯，我会飘的。你们不知道今天排队理发好多人呢、啊、你都不知道。哎呀，都在等了半天。新时间都没人，啥都涨价。欢迎0276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亮哈，别拍过头了。拍不拍了？不要拍过头了。欢迎阳光，看我爸爸下了没有？打电话问一下。
吗？妈的。老板娘贵了？贵了。贵了没？好好，下来了。快文静，走吧，快去。嗯。嗯嗯嗯嗯。走吧，下去打吧。你们要买笋的话，可以直接拍我去打包了哈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下去了，下去了。欢雪，准备好这些东西，回来了。过年忙得要命的时候，哎，欢迎张海波。欢迎新起点。有几件活没多少件，我播两个小时，播两个小时我就下播。直播要播两个小时，要不就不播，要不不播，要不播两个小时，知道吧？没两个小时会处罚的，知道吧？不是说你想播一小会，想播三分钟就三分钟，两分钟就两分钟，一分钟就一分钟，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，有规定啦，知道吗？没有多少件货，没货，我都要播两个小时，你没过个小时没用啦。我要不就不播，要不就播就播过播要过够两个小时，不够两个小时没用啊。你买我吗？对以后的影响都特别大，不是一般的大。我播两个小时我就下播吧，欢迎4118。梦啊，哎呦，梦啊，回家了没？现在还在广东啊。在吃饭啊，你啊？吃啥菜？吃啥菜？欢迎2042。吃啥菜啊？吃什么菜？知道你家是在这边。你不是刚才不是你在那啥在哪里？在。那你说在吃饭啊？我没吃饭呀、啊，吃那个豆子。我吃荷兰豆，梦啊，吃荷兰豆，荷兰豆，没吃饭。我刚才吃了一点点饭，稍微垫肚子嘛，稍微垫垫肚子嘛。
练豆子，人家播不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我就要下播。好吧，下去了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把那个笋给弄一下。哦吼，弄笋呢？笋呢？笋弄笋，笋呢？笋呢？木哥，走下去，欢迎吴田新庆还是新呢？看一下哪个 WiFi， 我退一下哈。做完事的大家都忙，拜拜拜，明天播一小会儿。播一小会儿，一小小，哎，就是聊聊天啊，这吃啥之类的。想要买笋的话，就直接拍的，送快递就可以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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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播了下播了。明天能发货吗？可以发，可以发货啊。你要的话直接下单，这件货就给你拿那个秋水。要的话这件货给你，明天给你送快递哈。明天可以发邮政秋水，这件一货，一号链接，100块钱五斤的笋。就这一件哈，明天送快递，明天发邮，现在只能发邮政哈，只能发邮政，嗯，就这一件货，嗯，湖南的话，可能到货时间，可能年初一、初二的样子哈，年初一、初二的样子哈。笋的话，都从这里都是保留点根部发货的哈，不是说完全剔除。嗯，要的话直接下单哈，直接下单这件货，你要的话直接下单一号，100块钱五斤，也是20块钱斤的笋哈。明天给你送快递，发邮政哈。要的话直接下单给你装箱，那个秋水无心夜冻。欢迎大米淘淘，就是明天发，明天是二十，明天是农历是29哈，31天，初一初，可能是初二左右哈。初二左右，欢迎四二来到我们直播间哈。好，老铁，我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拜拜拜拜，我下播了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下播了下播了，真该下播了，拜拜拜拜，两个小时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见，马俊阳，拜，明天见，拜拜拜拜。Hello， 不卡吧？还卡不卡？欢迎老马奔腾啊！欢迎老马奔腾啊！欢迎 YS，
很江燕。欢迎0996啊。感谢关注。安金店。哎。哎恩，还老虎，哈哈，哎呀，欢迎米狗哥。过大年了。哎，干嘛的？啊，春天新人该。祝你健康，爱小弟啊！啊，充电个，充电宝个。还有恁哪爱小弟啊？充电宝，充电宝个，充电个线个线啦。啊，进你头像的，抽啥嘛？哦，好。充电宝，充电线，对呀、啊，你听得懂啊？哈，八九四六，啊，你还听得懂啊？你还听得懂啊？欢迎 TET， 卖什么东西啊？卖那个，弄那个笋哈、啊。你们要买的话直接拍我，等一下我上个链接给你们。冬笋，野生的冬笋食材做菜的。现在还没回来，我叫我老爸去弄他们的笋去了。你们要买的话可以直接拍，明天可以发哈，发邮政。理发了，哎，你这还能看得清楚啊？是不是理完发跟变帅了呀？哈哈，马金洋洋，是不是理完发更帅了都？哎，爱哭的鱼，是不是理完发更帅了都？哎呀，昨天你们问到我，昨天我那个啥，在家搞卫生，上链接啊，现在就上啊。冬笋怎么卖？看你们几号链接哈，
一号轮机单个重量是2两半到4两半的水，然后这个是二号轮机，单个重量是4两半以上哈。你们要的话可以去拍，然后明天给你们发货。你们现在水没有吗？现在水没有，要到晚一点，晚一点才有现货。打卡，哦，晚一点才有现货，晚一点才有现货。要晚一点才有现货啊，晚一点哈。要晚上晚一点，现在我老爸已经回去了，去那个下乡哈，农村去收他们的笋，应该不多吧哈，应该也不多。发邮政哈，发邮政，明天可以发货哈，发邮政。欢迎牛心，昨天搞了一天的那个啥，搞了一天的那个什么东西，卫生，打扫卫生，哎，这个你说，搞卫生特麻烦，搞卫生特麻烦的事，马正阳阳你不觉得吗？特麻烦，最怕的就搞卫生。欢迎幺幺，一号轮机单个重量是2两半到4两半的损耗，然后三号轮机是4两半以上，二号轮机是4两半以上哈。二号轮机是4两半以上，然后一号轮机就是2两半到4两半的损。欢迎0831。要晚一点哈，晚一点才能见到那个笋。我老爸现在已经回上进进那个回村里面，到农村去收他们的笋去了。欢迎小猪，欢迎花自己。落雪，你们现在过年在哪里？落雪是哪的？落雪，落雪是安徽的还是哪里？现在那个水你们有没有？等一下我弄完。欢迎 DX， 欢迎飞吻阳光啊！要稍微再晚一点哈，稍微再晚一点。欢迎李树林。晚一点啊，这那个笋还没到，还没在这。
欢迎0618。不知道你这忙的时候都没时间理发，忙的时候都没时间理发，今天才理的、啊。你这不知道排理发的排队呀、啊，理发的排队呀、啊，搞了一个下午、啊，坐在那里没什么事啊。头发竖起来帅帅的吧？行，我就不打扮，跟你说，我打扮起来我很帅的。我打扮起来我很帅的，知道吧？没去挖笋，你说说，自己没去挖，但是我老爸现在下乡去弄笋了，别人会挖，他们叫我老爸回去收。笋在排队，小吴快去挖，自己忙。我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没来，我不在摆摊嘛，好多事情都自己没办法进了。昨天下午我弄了一天那个。搞了一天的卫生，知道吧？把这里家里面收拾收拾，要不然你哪里这么干净？嗯，明天就不是很忙，后天就忙，后天要贴对联，放鞭炮，还要拜神，乱很多东西，这个东西乱得很。过年就这样，要杀鸡杀鸭。杀鸡杀鸭，还要进灶神，进那个灶神，不知道你们会进，还贴对联哈。哎，现在我家对联还不知道没买好。过年的时候就是这点风俗啊，过年的时候进灶神，你们那边会进灶神吗？过年就是这个农村的习俗，中国过年习俗就这样了。嘿，杀鸡杀好鸡啊，让那个鸡搞成一个形状，跪拜一样，然后叼了一颗那个红豆腐，是不是？还弄那个酒啊，年后就更那个啥了，走亲戚啊，基本上每年都这样，感觉长大了都没啥意思，小时候比较有意思一点，小时候有红包。有压岁钱，现在没压岁钱啊。欢迎小乙潘潘哈，你们要买笋的话可以去拍哈，就是等一下有货哈，估计也没多少。等一下我要下去，欢迎小棉袄。自己实在没时间挖了，他就是在农村。啊，没我老妈这个摊在那里，估计有的忙，就可以去挖笋。今天都最忙的时候，今天是最忙的时候，最忙的时候，今天。下单了，好了，等一下给你打包，那个是大笋啊，那个晒味的，等一下给你打包，明天给你发出去。明天哈、啊，快递不放假，发邮政。明天，等一下给你打包，然后明天给你发出去，送到快递里面去。只是现在还没货哈，我老爸现在已经下农村去弄他们笋了，因为他已经挖笋是挖到下午的4点钟。有些人会挖，也没多少，估计总共六七四五十斤呢、啊，差不多吧。明天给你发，明天送快递啊！欢迎520502，不打烊哈，快递邮政不放假，就是到货时间可能就是不知道你是哪的那个税务的，你是哪的？那个单个重量4.5磅以上的哈，4.5磅发邮政啊，发邮政快递。然后你那个地方可能就三天左右。腐竹怎么样？腐竹在下面哈，我没样品，这里没样品，腐竹在下面。腐竹是你没有盐的哈，要不我下去拿一下样品给你看。
啊，这就是腐竹。来，这就是腐竹，那个赛武胆，这个，看到吧？它没有盐的哈，没有盐。都说了嘛，九分甜一分酸嘛，九分甜一分酸，一点点酸，带一丝丝的酸甜度，知道吧？酸度在那里，这就是腐竹啊，赛武胆啊，这就是腐竹。腐竹没有盐的哈，没有盐的，然后这不用泡很久时间，你一泡泡十分钟，泡五分钟，五分钟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这是南方的小黄豆嘛，没有盐的哈，全豆浆味。你撕开这一，你要是到货的时候，你要是这样像我这样撕开来，搅一下，就豆浆。麦笋呢？麦笋和腐竹，卖一号、二号、三号的那个笋的，卖冬笋，就这个。你再去搅的话，就是豆浆味啊。拍了，好了，明天给你发哈那个瘦的。然后这个腐竹你不需要拍那个。不需要泡发太长时间哈，不需要泡发太长时间，它不是那种泡半个小时都不会那个啥哈，都泡用那个温水泡五分钟就够了哈，五分钟就够了，不需要泡半个小时泡不散的，这个不需要哈，只泡五分钟就够了。麦笋呢，没有盐，就是豆浆味，知道吧？嗯，这样摇是豆浆味哈。这样嚼起来就是都和豆浆一样，就是没放糖，就是没放糖，知道吧？发邮政，发邮政，邮政发邮政，邮政快递不行，因为呢不放假，邮政快递不放假的，他没放假，邮政发邮政现在只能发邮政哈，其他快递全部放假了。可能其他快递的话，可能要上班时间，可能是到年初六才能其他快递才会上班。那邮政慢死了，那你其他发什么快递啊？你没得选，知道吧？你没得选，你没得选啊！是不是？我也知道邮政。不过跟你说，邮政现在不慢，可能你们不懂哈，你们买东西的肯定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寄东西的知道，年前邮政慢一点，年后那跟其他快递差不多，因为年前、年后、年前、年前大家都是为了啊赶年货，包裹比较多，但是一到不打你就不慢了，知道吧？对，你要看什么时候那个果冻，年前知道吧？年前的话你就是邮政就慢，就稍微可能大家都是赶时间赶年货，然后那个货比较多，稍微堵一些，知道吧？年后不堵，年后不堵，知道吧？因为年后为什么不堵呢？大部分的淘宝商家已经回在外地的要回来过年啊，因为他的工厂在外地，比如卖衣服啊、鞋子啊什么东西的，他们在广州在哪里？但是他的家呢，可能在湖北或者在江西，他们要回来过年吧，停运了嘛，他们就停止生产嘛，停止发货了嘛。那能发货的有多少家？可以发货的，年后年过年不打烊的商家有多少家？你先告诉我，是不是那个货那个快递的量是不是少了？所以说那个邮政年后不慢。腐竹一斤有多少？这个没事呢，反正一斤好多。腐竹我这里估计只有几两，是吧？等下称给你看嘛。我这是样品啊，马俊杰，这是样品。腐竹还没证明一斤就一斤的价钱，我还真没弄过多少量。等一下打包，你们要冬笋的话可以去拍哈，发邮政快递哈。这腐竹是好吃的哈，你买回去不需要泡发太长时间，这个下火锅，
哎，马春阳，你发到群里面那个人是不是你老公啊？哎呦，我看你买了好多酒，哎呀，我看你买了好多酒，是不是啊？欢迎0925啊。就是没有多少个商家过年都还发货啊，年初一初二都还发货的，没有多少个商家，所以说那个快递量比较少啊，比较淡，所以说它运输的快，送的也快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邮政怎么样。等大家年初六开始，上半年都不是很快啊，家里面有个酒鬼。哎呀，看你买的全是白酒，看你买的全是白酒，疼他呗？谁叫你疼他？一般一下子就说人家是这个酒鬼，一下子就要买酒的给人家喝，你到底是咋咋呀？刀子嘴豆腐心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哎呦，0929啊，0929在不在直播间啊？你的货要不要？哎，那个酒用来泡辣椒比较好，腌制。你没腌制过，朝天椒，把它洗干净，然后稍微把水分晒干，然后用剪刀剪碎之后，加上一点冰糖，再加一点盐。再加一点白酒，然后搅拌、腌制，你做过没有？我们家都会做。来，给你看一下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那肯定啊，闻一下可香喽。香，想闻一下流口水，知道吧？那肯定有味啊。朝天椒，这是朝天椒，朝天椒，辣辣的，这个没卖，是可以自己做，草莓，这个卖不了，这个寄不了，你只能自己做，就教你们怎么做，白酒，没啥，白酒，冰糖。白酒、冰糖、盐，OK，还有辣椒。辣椒你可以用朝天椒哈，朝天椒剪成这个样子，把它剪成这，用剪刀剪碎之后加一点那个冰糖，冰糖渣啥意思吧？就是那个超市里面有那个大块的那个这么大一坨的那个冰糖，知道吧？然后用盐、白酒。腌制就好了，麻烦，做这个还麻烦。现在买啥时候发货？明天周会，明天发货。等一下晚上给你打包，等一下晚上给你打包。现在我老爸还没回来啊，现在我等的就那个笋啊，现在我等的就那个笋，明天发货哈，明天可以发货。就是快递不放假哈，发邮政啊，发邮政快递，发邮政快递。哎呀，这个不是都已经做饭，你就说是哪怕就买凉拌一些东西来吃，知道都可以，知道吧？这个，行，也是明天给你发，马天阳，明天发。
快递不放假，发邮政，现在只能发邮政，还不打烊，等一下给你们打包。你们要买的话直接拍一号链接单个重量2两半到4两半的笋，然后二号链接单个重量是2两半4两半以上啊。一号链接是单个重量是2两半到4两半的笋，五斤的话15个左右啊。二号链接是单个重量是4两半以上，也就是5斤11个笋以内啊。七强来了，跟你说草莓，这个不是腌制，不是说一定要做饭，你知道吧？你早上做早点，比如说我喜欢吃辣椒，做早点。我要凉拌一些那些粉啊面啊，你喜欢吃辣椒加点钱，知道吧？马上喂啊，等一下打包，我现在我等着就我老爸啊，等着我老爸把那个水给弄下来，等一下我要下去，现在啥都准备进去。欢迎618来到我们直播间，欢迎618奶茶妹，你怎么叫她奶茶妹了？行，姐姐明天给你发，明天发货。嗯，哎，马俊，辣椒酱你也可以自己做啊，我老妈也做的有，跟你说也可以自己做啊。没卖，真没卖，可以教你们怎么做就是了，教你们怎么做就是了。你小名叫奶茶，没做就是了，那个可以教你们怎么做。一般跟你说，一般来说哈，我们这边喜欢用朝天椒。一般就是喜欢用朝天椒。朝天椒哈，就是朝天椒去打磨，把它磨成末，知道吧？辣椒酱，朝天椒生的朝天椒，把它磨成末。哎呀。你听我啊，听我怎么教你怎么做啊？不过这个东西要三叉油，这个玩意要三叉油了哈。这个东西要白酒加上那个，那不要买白酒，要加三叉油，就是那个辣椒朝天椒磨成末，然后如果要香一点，我跟你说加什么？香一点加那个油炸了的那个花生米粒，知道吧？油炸的花生米去磨成末的时候，加上一点那个花生米钱，再加一点芝麻，炒香的芝麻一起去打磨，把它磨成末，知道吧？然后再加一些盐，再加一点那个油要三叉油啊，要油要盖住这上面。比如说你这样装上一瓶，你要倒一点三叉油去，然后保护这下面的那个保护这下面的那个辣椒酱。你没有它保护的话，这个上面会起那个白白的那个东西啊，知道吧？起白白的那种东西啊，明白吧？你要有一层油在隔绝一些空气，知道吧？要不然你打开，还有就是这个东西特别小心，夹筷子夹的时候，不要什么筷子，要干净的筷子。朝天椒你认为辣不辣嘞？朝天椒肯定辣呀，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的，很简单。啊，不过反正洋洋还是算了吧。你平时在都跟你老公做饭，你会做饭吗？够了，啊，在了，在了，哎呦，我看看你的任务，挚爱呢？你的挚爱呢？挚爱呢？我看你挚爱粉，你就等着生挚爱粉呢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是等着生电话包着啊？哎呀，哎，真是哦，不错，今天怎么这么积极？
等到我老爸下来，我吃点饭吧，等下会饿，吃点东西。打了一天的那个，一天的那个啥卫生。4:30嘛，然后会饿。你竹笋好贵，冬笋是这样的呀，这几年今年的笋都会比较贵一点，草莓。今年的笋是比较贵啊，这个是事实。我别说在我这里买，你到线下买，哪都买都一样。冬笋呢、啊？冬笋价钱高。跟你们说，你们要去年在我这里买过的老铁们，你进门今年的笋肯定反应不过来，明年冬笋就便宜。猪肝、萝卜、萝卜炒猪肝，我喜欢吃萝卜。10:30，人家打包。哎，说，你要是去年在我这里买过笋的老铁，你今年的笋的价钱肯定反应不过来。去年的这笋的价钱跟今年的笋价钱，好吃，好吃啊。老岳阳，萝卜凉拌的吃，你吃过吗？萝卜凉拌，压根就不是炒，是煮，不是炒，炒猪肝是煮。压根就是炒，不是煮啊！不是，是煮，不是炒，搞错了，是煮。萝卜煮那个猪肝，好吃啊！不过你们应该不喜欢，太喜欢。那个动物的内脏，没办了，就剩一点饭。对吧？凉拌的笋，凉拌的萝卜好吃啊。吃东西，人家今天肚子。吃凉拌的萝卜，您估计没吃过凉拌的萝卜。那照片在哪里拍？哪个照片？你问那个马丁洋洋啊。哈哈，凉拌其实简单，水果萝卜其实没啥。你们说的那个水果萝卜是什么？是白的还是红的？我跟你讲，
是白的还是红的还是青的？嗯，你的愿望实现了，到挚爱粉了。嗯，你说你的愿望实现了，到挚爱粉了。嗯嗯，欢迎九四啊。荷兰豆，荷兰豆饿了，没饭了。一半白一半绿的萝卜，那种萝卜也没有那个白的萝卜嫩。哎呀，荷兰豆，超市里面买的，饿了吃点东西，垫垫肚子，等下还要打包呢。老爸还没回来，等着那个笋，等一下下去。那萝卜嫩不嫩？那萝卜没吃过，水果萝卜其实跟你说一下，水萝卜都可以生吃。扔到你家，我饿都饿死了都。欢迎光辉少帝，等你来了，我扔到你家，我快饿死了。其实所有的萝卜都可以生吃。水果萝卜都可以生吃啊，你们没吃过生吃萝卜啊？我跟你讲，不过生吃萝卜跟你说，是跟你偷偷告诉你一件事，生吃萝卜容易放屁，知道吧？哼，而且放的都是臭屁。比如说吃这个东西，你们吃多了上火，生吃一个萝卜下去，对，它是化气的，还有就是降火化气。比如说你吃这个东西啊，不是油炸的吗？热哈，有点上火，吃一个萝卜下去，啊，基本上就是管用哈，不过容易放屁就是。有的萝卜是辣的，生吃的时候是辣的，有些萝卜呢它吃的不辣。欢迎0429。欢迎 NG。欢迎欢迎欢迎，哎呀，你们都是夜猫的。欢迎2607。能过年有啥活动啊？我老妈在下面摆摊还没回来，正在烘粽子。牛肉，我没老婆小孩啊，我没有老婆小孩，
还没结婚呢，哪来的小孩子？单身人士。还是找人啊。那是单身狗啊。我也快啊。哎呀呀。我服你。欢迎32777。头衔很酷啊，刚剪的发啊，今天刚剪的发，刚理的头发，刚理的头发。哎妈啊，这因为这个单身狗他有时间直播呀，要不然哪有时间直播，要陪老婆小孩哪有时间直播，只有单身狗他有时间直播啊。跟你说直播的话一般都是90后，单身狗还有那么空闲的时间直播啊，要不然早就是陪小孩陪老婆小孩睡大觉去了。哇，九二年。92年的，哎呀，我的乖乖，那是一个那个网络词好吗？单身狗，单身狗好吗？嗯，那个，你是不是跟世界脱轨了都？猴子。啊，是。你说小时候因为自己是四只猴子，自己爬树都是上蹿下跳的。欢迎周佳琪，自己以前爬树的时候上蹿下跳的嘛。省东西，练练肚子。你们要买笋的话，可以去拍哈。明天给你们送快递。明天还好点啦，不是很忙。后天就忙了。马俊呀，现在应该估计把房子收拾的干干净净，然后准备过大年了吧？嗯。准备收拾好房子，准备过大年了吧？把家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哇，江西啊，荷兰豆，超市里面买的，豌豆，荷兰豆。要吃吃大口的，好玩，好吃。
江西赣州，草莓。那怎么没意思啊？拿红包啊，向人家要红包啊。我刚刚理发，刚理完发，今天，然后时候都没时间去理发，今天好冷呢，冷得要命，暖和不冷，今天24度。24度，我没有，早就没有了，小时候才有。2520，哎，让我播的也是你，不让我卖东西也是你，我跟你说我咋整？热，今天热得很，24度，热得要命。昨天是冷，昨天前两天冷得要命，今天热得要命。那要我播了也是你，不让我卖东西也是你，到底咋整呢？只能啥样啊？服，欢迎美国。欢迎623323。今天热得要命，你都不知道，今天都穿两件衣服，一件衣服都很热的那种。前两天就是冷得要命。欢迎牛资深，今天刚理发，天那边没时间理发，今天是刚理完了头发，理发。我跟你说，我理完发还是很帅的，是吧？第三天就上山去挖笋，就是穿的破破烂烂，没上山就不会穿的破破烂烂了。西晒的晒。上山干活，从来不会穿的这样的这种衣服，都舍不得穿的，因为在那个山上有很多轻轻一刮的把它刮破了，刮破了可惜呀、这么好的衣服，晒呆了，就是嘛。
咱去看一下老爸，你回来。欢迎 LY。直播间最亮的仔，我要夸我，我夸我，我会飘的，我会飘的。你们不知道今天排队理发好多人呢，你都不知道，哎呀，都在等了半天，新时间都没人，啥都涨价。欢迎02-76，等一下，我现在亮哈，别拍过头了。拍不要不要拍过头了。欢迎阳光，看我爸爸下了没有？打电话问一下。回来，回来好，好，下来了，欢迎文静，走吧，开始。走吧，下去打吧。你们要买笋的话，可以直接拍我去打包了哈，下去了。下去了，欢迎雪，准备好这些东西，回来了。过年忙得要命的时候，欢迎张海波。
欢迎新起点。有几件活没多少件，我播两个小时，播两个小时我就下播啊。直播要播两个小时，要不就不播，要不不播，要不播两个小时，知道吧？没两个小时会处罚的，知道吧？不是说你想播一小会，想播三分钟就三分钟，两分钟就两分钟，一分钟就一分钟，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，有规定啦，知道吗？没有多少件货，有没货没货，我都要播两个小时，你没过个小时没用啦。我要不就不播，要不就播就播过播要过够两个小时，不够两个小时没用啊。你买我吗？对以后的影响都特别大，不是一般的大。我播两个小时我就下播啊，欢迎4118。梦啊，哎呦，梦啊回家了没？现在还在广东啊。在吃饭啊，你啊？吃啥菜？吃啥菜？欢迎2042。吃啥菜啊？吃什么菜？知道你家是在这边。你不是刚才不是你在那啥在哪里？在。那你说在吃饭啊？我没吃饭呀、啊，吃那个豆子。我吃荷兰豆，梦啊，吃荷兰豆，荷兰豆。没吃饭，我这刚才吃了一点点饭，稍微垫肚子嘛，稍微垫垫肚子嘛。垫垫肚子啊，等一下播不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我再下播。好吧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把那个笋给弄一下。哦吼。弄笋呢、啊、笋呢、啊、笋弄笋笋呢、啊、笋呢、啊、梦啊，走下去，欢迎吴田新庆还是新呢、啊、我看一下哪个 WiFi， 我退一下哈。做完事的大家都忙，拜拜拜，明天播一小会播一小会儿，一小小，哎，就是聊聊天啊，这吃啥之类的。想要买笋的话，就直接拍的，送快递就可以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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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播了下播了。明天能发货吗？可以发，可以发货啊。你要的话直接下单，这件货就给你拿那个秋水。要的话这件货给你，明天给你送快递哈。明天可以发邮政秋水，这件一货，一号链接，100块钱五斤的笋。就这一件啊，明天送快递，明天发邮，现在只能发邮政哈、啊，只能发邮政，嗯，就这一件货，嗯，湖南的话，可能到货时间可能年初一初二的样子哈、啊，年初一初二的样子，年初一初二的样子，年初一初二哈、啊。
笋的话，这个同志的都是保留点根部发货的哈，不是说完全剔除。要的话直接下单哈，直接下单这件货，你要的话直接下单一号，100块钱五斤，也是20块钱斤的笋哈。明天给你送快递，发邮政哈。要的话直接下单给你装箱，那个秋水无心夜冻。欢迎大米淘淘。就是明天发，明天是二十，明天是农历是29哈，31天，初一初，可能是初二左右哈。初二左右。欢迎42来到我们直播间哈。好，老铁，我要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拜拜拜拜，我要下播了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真该下播了，拜拜拜拜，2个小时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见，马俊阳，拜，明天见，拜拜拜拜。